你粒声都唔出啊！神仙都冇符嘅喎，吓系咪佢追杀你父母咧？你唔使怕，我会帮你噶。我冇父母嘅，系咁样，我留喺度都冇乜用嘅吓，又冇嘢玩嘅。前辈，我唔系前辈啊，我咧叫周神仙啊。 周前辈啊，我大哥佢哋俾铁掌帮班人困住咗。咩话？铁掌帮嗰班人虾我细佬啊！岂有此理啊！我打到嗰班嘢咧，铁掌变晒鸡掌、麻掌、滑掌。 容易，做咩事啊？嗰块石壁好似有少少热咁嘅。系噃，点解咧？你试下用掌打嗰块石壁睇下。冇路可走，呢个物室有啲古怪，唔怪之啦。呢啲油系用天山顶孔雀翎花所提炼嘅，啲灯芯又特别制造，所以点100年都唔会熄。可惜好少人。 可以長命百歲咧！咁長命有咩用啊？只要死嘅時候，可以同埋最親愛嘅人喺埋一齊，就算死都死得安樂。志豪哥，你睇下。 露发冲冠，凭栏柱。萧萧雨揭台望眼。满江红啊！揾到啦，呢个盒一定系载住武穆遗书，打嚟睇下。就算系又点？我哋身在险境，就算揾到啊，都冇用噶啦。莫非呢啲？ 就系天意，以前我哋千辛万苦就系揾佢，而家揾到啦，咁又点？就算呢本书真系可以救翻大宋，但我哋而家又唔可以带翻出去，咁又有咩用啊？
此书乃岳王爷兵法精要所在，关乎天下社稷之事，断不能入莽者手。乃于盒内自读针数枚，若为莽者，必急启之，以据为己有，则必死于当场。能避过者，乃大仁大勇之士。此书乃真能物尽其用，普及普救万民也。睇嚟呢本书注定系你嘅。照咁睇，呢度一定有出路。我谂系，可以揾下。可能我死嗰时死得好辛苦咧。唔系，佢手指似乎煮住啲嘢。油灯啊，可能出脑机关嚟噶。呢人生前真好阴毒噶，可以执实支，实质可以知。左边。我哋走啦。我嘅伤重重，你都可以咁针尖嚟救翻我，今次点解唔得嘅？容儿，我哋再试过。咪住，我知啦。求之人嘅铁掌系至刚至阳，而九阴真经系至阴至柔，阴阳相距相克，所以系验唔到。唔会嘅，唔会嘅，我哋再试过。你唔得，如果咁落去。唔单止医唔到我，连你都会内伤噶。我唔怕，我哋要再试落去嘅。你听我讲，唔好再试啦。我唔系睇住你死嘅容易。你知唔知道，我哋好多事仲要做噶。虽然我冇遗书喺度，但系我知道，如果冇你帮我手，呢本书对我嚟讲都系冇用嘅。容易，我真唔可以冇咗你噶，俾我再试落去啦。容易，但系如果你发觉啲唔妥，就要即刻停手。好，你停手，我唔停，你再唔停，就连你都会内伤噶。我要撕落去，我要再撕落去。啊！志武哥。
庸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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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解避开我啫？郑哥哥，我有三进三不进。如果你听我讲，我就算死都死得心安。容儿，你讲咩说话我都肯听嘅。第一，我死咗之后，我准你娶第二个，但呢个人一定要系华珍，因为华珍对你真心噶。我见你娶咗第二个，佢会欺骗你。容儿，唔好讲埋晒咁嘅嘢啦。第二，我准你为我立一个坟，但系我唔准你带华珍嚟拜我噶，因为我始终都系个小气鬼。容儿，容儿，容儿，容儿。第三。我死了之后，我准你为我伤心转世纪，但系我唔准你为我儿子消愁。郑哥哥，你应承我啦。郑哥哥，容儿，你唔会死，你唔会死噶，你唔会死噶，容儿，你唔会死噶。求千人，估唔到世间有咁痴情嘅人。好啦，等我做翻出好事，送你两个落黄泉，等你哋相宿相妻。你会嚟噶？估下，估得到比你强好，估唔到嘅奇蛙你住头，制唔制啊？哦，原来阁下就老顽童周伯通，真系出奇。喂，好老喎，老老声，我而家好老咩？我生平最佩服啲武功高嘅人。好，郭靖黄蓉交翻俾你。点乜意思啊？又啊？周前辈，到我铁掌神功练成之后。一定找你赐教，后会有期。喂喂喂喂，点解唔玩多阵添啊？大哥啊，唔好成日挂住玩啦，容易受重伤啊。系啊，阴公咯，我哋扶佢翻去破庙师讲啦。阿弥陀佛，我系如来佛祖，你有咩事要求我嘅咧？即管开声。大哥啊，你玩少啲，帮手救下容儿啦！乜你咁扫兴啊？好巴闭咩？你用九阴真经救佢咪得咯？郑哥哥试咗啦，我除咗觉得舒服啲之外，就一啲用都冇啦。佢渣啫，等佢嚟。佢嘅功力越深咧，越难搞，真系好难搞。连大哥都冇方法，容儿唔通真系要死？咁啊系咯，死梗噶。啊，不过唔使惊，我识得间棺材铺嘅老板，计平啲俾你。佛爷，我有眼无珠，同我无情无义嘅人结拜做兄弟。你够胆骂我？而家唔系咩？容儿就快死啦！你做大哥嘅非但唔帮手，仲要搞笑。我唔系个咁嘅人嚟噶，我
唔识救佢啫。不过唔使惊嘅，有个人就可以救到佢嘅。大哥系边个啊？我唔想提佢啊。大哥系边个啫？我都话唔想提呢个人咯。你快啲讲啦！哎，好啦好啦好啦，话俾你听啊！你由呢个门口向西行，大约行两日咧，嗰度有条河。你过咗河咧，嗰度有个山，山上边有间庙，庙里边咧有个大头和尚，你揾佢就得噶啦。哦，哎，你陪我哋去啊？陪你去啊？揾佢？喂，你咪讲系边个啊？我点揾啊？嘿。佢似乎好怕呢个人喎，我哋真的去啊？系，我哋冇选择机会，嚟啊！灯光啊！一定有人住噶，志豪哥啊，横掂一天黑啦，不如喺度借宿一宵，听日接赶路。好啊。真系奇怪啦，又会有人摆咗桃花阵喺呢度嘅？咦，呢间屋有啲古怪。你伤成咁样，铁匠帮啲人又唔知会唔会追嚟，就算阎王殿都要闯一闯噶啦。喂，入边冇人啊，我哋路过想话借宿一宵啊，只求借宿一宵，听朝鸡啼时分一定告辞噶。有本事嚟到呢度，一定有本事入嚟嘅。唔通要我出嚟迎接？容儿，志豪哥，加七加九，加八加六，又错。我几时先可以计得啱呢？前辈，你哋系兄妹啊？唔系啊，前辈意思系，咁就一定系情侣啦。你哋今次真系唔好彩啦，地狱无门闯进来。前辈，我哋彼此无仇无怨，点解咁讲啊？我生平最痛恨嗰啲恩爱嘅情侣。凡系情侣入侵嚟我呢度，只有死路一条。除非可以解答我一个问题啦。咩问题啊？墙上一幅图，你哋见唔见到？哦，旧工图啫，冇咩特别啊。我要你哋将一至九九个数目字放喺啲方格里边，无论打直。打横打斜加起上嚟都要系十五嘅。二啦，正豪哥，你帮我，我一边讲，你就一边将啲旗子打上去。哦，丫头，我研究呢幅图研究咗十几年，你真系咁有把握？你错咗，我唔会放过你嘅。正豪哥，我唔会错，准备。九宫之意，法似灵龟，二四为坚。咩叫做二四为坚啊？二四为坚就系将两粒棋子打右边最上一格，
四粒棋子打左边最上一格。哦。六八为卒，打六粒喺右边下格，八粒喺左边下格。哦。左三右七，三粒喺左边嘅中间格，七粒喺右边嘅中间格。再九理一，将九粒打喺中间嘅象格，一粒喺下格。哦。最后将五粒打到正方角度。哦。如果你唔信嘅，就自己加下。你点样加都等于十五。估唔到我苦思十几年嘅难题，俾你三言两语就解决咗。咁我哋走得啦。咪住，你想反口？有人入咗桃花阵，系咪你哋朋友？铁掌帮啲人追到嚟啦。铁掌帮？系啊，前辈。铁掌帮啲人急于揾你哋，你哋嘅来头一定唔细。我嚟确保帮主洪七公嘅徒弟啊。原来是北丐的弟子。前辈，求千人来只是想找我们，是不关前辈的事的。我们不想拖累前辈，我们告辞先。你那区区的求千人，我应该放在眼里面吗？神算之英姑，铁掌帮求千人求见。我英姑素来是不接见任何人的，你不知道吗？我的手下见到一男一女入了你这里，希望你交呢两个人俾我。我呢度系咁容易入嚟嘅咩？如果求帮主认为系容易嘅，即管自己入嚟揾下。帮主，而家我哋点啊？有乜点啊？轮班喺度睇住，日有消息通知我。系。佢走咗啦，你哋可以放心喺度留宿一晚。多谢前辈。容易，你冇事啊嘛？容易。呢位姑娘双手好似唔轻，俾我睇下。你是不是中了求千人的铁掌？是啊，前辈，请你医下他啊。我没有这个本事。当今之世，只有一个人可以救到他。我们都知道，是附近山上的一个和尚嘛。不过你不知道，这个人心胸很狭窄，他绝对不会出手相助的。如果你们信我的，即管在这里留宿一宵，明天早我自然有办法帮你们。如果你们不信的，随便可以扯。不过你最好买定一副上好的棺木，葬你的小情人。前辈，不是啊。后面有厢房，你们随便去休息。哦。如果他对我，让这个后生仔对的小姑娘这么好，那我这世都不会白过。
记起啦，老云同周大哥冲凉嗰阵成日讲噶，容儿啊，你知唔知内容系讲啲咩噶？呢个女人古古怪怪咁，我点知佢讲咩？咁就唔系咁讲啦，啲意思咁幽怨，我谂佢似乎受咗好多苦咁啊。你又知？系你自信佢咋？留我哋喺度都唔知咩企图。就算系咁又点啫？最多死了之啫。我哋连死都唔怕啦，仲有咩好怕？十八年，我足足等咗十八年，终于等到今日。乖仔，我就嚟可以为你报仇，你忍耐啲，唔使几耐，我就会攞住仇人嘅头嚟拜祭你噶。容儿，容儿啊，天光啦，快啲起身啦，我哋赶住上山噶。容儿，容儿，容儿，容儿啊，容儿，咩事？前辈，咁知发生咩事啊？俾我睇下。佢内伤复发，好严重。前辈，咁点啊？容儿，容儿啊！志哥哥，你冇事啊嘛？我冇事，你同我攞啲旧花肉露宴出嚟啊！呢尊就系九花肉露丸。系啊，前辈，做咩事啊？丫头，你同黄老邪有咩关系？我爹个名都读你乱叫嘅咩？原来黄老邪系你阿爹，唔怪之你识得奇门术数啦。前辈啊，将药丸俾翻我先啦。如果将呢药丸研碎，同天泉冰水一齐饮用，效用系会加倍嘅。丫头，你唔系唔知噶。前辈啊，你有天泉冰水啊？你好好地服侍丫头啦。哦。容儿啊，好翻啲未啊？呢啲肉露丸只可以止住一时，唔使几耐佢嘅伤会再发噶。我睇你哋都系早啲上山。前辈，你琴晚讲过华贵大师心胸狭窄，未必肯依容儿噶。你唔使担心，我已经想咗办法噶。咩办法啊？你哋要我帮你都得，不过我要你哋帮翻我一个忙。是什么事呢？我要丫头答应我，如果她真的医得好的，要在一个月之内回来陪我住一年。为什么？我不是跟你说，我是跟丫头说。如果你不是太蠢的话，在半年之内我都可以将奇门术数教晒给你。果然是聪明绝顶，那你就答应吧。前辈，你有什么方法令我的大师一定肯容易的？呢度有三个锦囊，你哋离开呢度之后，向东北走，
一路去到桃源县境内，拆咗呢个最大嘅锦囊。你以后点样做？呢个锦囊里边写得清清楚楚。不过你要记住，未到桃源县境内，千祈唔可以拆，知道吗？阿妹知道。你哋出去出回，丫头，我等你。咁我哋告辞啦。庸儿，我冇事。快啲等我帮主，嘿！今日冇俾你走。我知。哎，庸儿，你点啊？我都未见过你咁样打人嘅。我只系知道，如果走甩咗一个嘅话，你就会冇得救噶啦。我姐对我好好。哎，庸儿，不如我哋打一个三角锦囊睇下，唔知英姑搞咩鬼计咧？我知道你实唔肯噶啦。我惊住万一预先拆开咗，就会依你唔到咋。我哋快啲走啦！如果唔系求千人嚟到，就连你都依唔到噶啦。系啊。你看看，我终于到了桃源了，看来很快就可以见到间和尚住的庙了。照英姑说，一到桃源呢，那我们就可以拆开第一个锦囊了。一灯和尚为人心胸狭窄，他的四个徒弟如潮耕毒，更加心狠手辣，相信你们在路上一定会被他们截击，所以你哋如果遇到渔夫、樵夫、农夫同埋书生，就必须特别小心。必要时，你哋要话你哋系洪七公嘅徒弟。一灯同不盖素有交情，谅如潮奸毒都唔敢伤害你哋。原来应该要我哋揾嘅系一灯大师。你识佢啊？我唔识。不过听人哋讲，佢以前带你嗰个段王爷，个人心地好好，系难得个好人。咁就奇啦，英姑又话佢个人好衰嘅。冇理咁多啦，总之一路上我哋都要小心。嗯、金娃娃喺边度啊？金娃娃，金娃娃，你冇理我，金娃娃，快啲出嚟啦！快啲出嚟啦！在哪裡啊？你再不出來，我們全條村的人都會餓死的。老伯，發生什麼事啊？你們是……哦，我們路過的。老伯，你們找什麼？不如我幫你手找吧。我們在找金娃娃。金娃娃？是什麼來的？唉，你有所不知的了。我們這裡全條村的人都是靠打魚為生的。偏偏呢度一带就嚟咗好多有毒嘅水蛇，就将啲鱼赶走晒啦。好在后来咧就嚟咗一条金娃娃，将啲水蛇啊赶走晒。咁我哋只得两餐温暖嘅咋。点知最近条金娃娃又失咗踪喎。如果再过耐啲揾唔翻啦，我哋全条村嘅人就会饿死噶啦。金娃娃，你匿埋喺边嘅？好心带出嚟啊！金娃娃是什么？金娃娃是一种很罕有的金色怪鱼，是一只毒物的黑心鱼。那么很难找的？那又不是，我家都有两条。是这样，你帮下他们，他们很惨的。我也没办法的，桃花岛这么远，正所谓远水不能救近火。大家唔使揾啦，村长揾到金娃娃啦！金娃娃喺边度啊？